世界六大合成材料聚氨酯、聚乙烯、聚丙烯、聚酯、聚氯乙烯、聚苯乙烯。今天介绍合成材料之王聚氨酯 PRU。 聚氨酯是世界六大合成材料之一，简称 PRU， 生活中随处可见，它可刚可柔，使用环境涵盖海陆空，在关键部件上看到它的身影。聚氨酯是一种高分子材料，是由以二醇分子加二苯基甲烷二乙氰酸酯形成聚氨酯的基底。不同分子制得的聚氨酯材料虽然结构相似，但性能却迥异。它能作为坚硬的塑料，作为有弹性的橡胶，又能作为强劲的粘合剂。纯正的聚氨酯弹性体具有高强度、韧性好、耐磨、耐油、不易变形等优质性能，又被称为耐磨橡胶，具有橡胶的弹性和塑料性。聚氨酯有一个很明显的缺点，就是原材料贵，制作成本高，只有良心企业才会用纯聚氨酯制作产品。立行全系列产品都使用优质进口聚氨酯原料，高弹性、高抗撕裂性，不变硬、不变形，优质器材可以让生产更省钱省心。聚氨酯存放时要避免热湿环境，在紫外线影响下会容易变色，但性能几乎没有影响。凭借优异的特点，让聚氨酯成为世界合成材料之王。立行东方王牌胶垫、送纸轮、轻压力轮，优质材料，优质工艺，让你省钱又省心。